啊，一样哈，我这个地方用先，我习惯是先选取它哈，好，选取它，这个地方的话我先选取，选取之后的话呢，一样的方式找到这个所谓的进色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说我今天进色之后，他一定会问我第一点跟第二点嘛，所以我第一点应该在这边嘛，哈，也是这一条线到这一点，所以我就按进色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好点一下，再往下，有没有？那按一个 Enter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就有两个，啊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想你们试试看这个部分哦，了解一下这个进色的功能哦。